据路透社报道，今天英国首相府表示，首相约翰逊已经出院，将继续休养一段时间，暂时不恢复工作。约翰逊11号在谈及收治他的圣托马斯医院的工作人员时表示：“我真的是太感谢他们了。”3月27号，约翰逊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。4月5号，约翰逊入院接受检查。6号晚，约翰逊因病情加重，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。